这是一首三拍子的曲子，先请大家来看看最后的一小节，数一数它几拍。有的说怎么只有两拍啊，数来数去。不过大家往前看，第三拍在第一小节呢，你看那个孤独的说，一个人站在那边。因为开头的这个第三拍啊，不是一个重拍，是个弱拍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开头叫做弱起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它是开头，但是真正的中音还是在下小节的第一拍上。我们在弹奏的时候，请注意这些第三拍音和后面其他音的关系。